我是文书部的记录员，用文字记录死者的一生，倾听亡灵最后的心声，都是我的工作。但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会用这么复杂的心情面对他。范江一泽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。没办法，谁叫我是你的记录员呢？这是你最后的记录，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。听完你的遗言，我才能写完你的人生档案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反将一则，你知道多少人死在你手上吗？那些全是人渣，死不足惜。就算是人渣，也轮不到你来执行非法正义。更何况在那几起爆炸案中还有许多无辜的受害者，你难道一点都不觉得愧疚吗？这些话审判庭的审判长都说过了，能不能换点台词啊？好，我们说别的，就说池灵瑶吧。他在佩里江大桥从早上等到黄昏，跟十年前一样。我不相信你心里没有他，为什么不给他一次机会呢？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。明知道没有结果，何必留下眷恋？又知道没结果了，你听过他的心声吗？你知道他这十年来是怎么找你的吗？命运安排他在你生命中出现两次，而你两次都把他推开。不推开又能如何？让他跟我这种怪胎在一起吗？让他也跟着受尽羞辱吗？他受得了别人异样的眼光吗？这是他的人生档案，从他出生到今天的记录，我特地为你申请的。你在他心中的分量，你留给他的回忆，他对你的感情，我无法用语言形容，你自己带去地狱慢慢看吧。我知道命运有时候很残酷，打从一出生就没有选择。至于池灵瑶，等他将来有一天临终来到他的记录员面前时，我敢跟你保证，你范江一泽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大家都叫他小太阳，可我怎么看他就怎么刺眼，所有人都离我远远的，他却偏偏老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。高二下学期的时候，他被一群混蛋耻笑，叫他暗恋怪胎，他也不否认，还跟那群王八蛋吵了起来。所以你把那群王八蛋一个个揍进医院里，差点被退学。你父亲爱面子，动用他政商两界的人派到校方去说服，才把这件事压下来。对，直到我不会被退学那天，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叫太阳，下雨了。那叫喜极而泣。我知道他喜欢我，真心对我好，但我没把握，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信心跟他在一起，只好忽视他，彻底的忽视。高三毕业前夕，他约了我在佩里江大桥见面，一样早上十点，不见不散。我大概知道他会说什么，但我不想听，也不敢听，不如就这样让他死了这条心，从此各奔东西，永不相见。你这个人就是这么偏执又矛盾，你渴望被爱，却不懂爱，也不敢爱。如果你当时鼓起勇气亲自走上佩里江大桥，也许你的人生就不会越走越偏离轨道了。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什么是爱，怎么爱，我的世界里只有鄙视，只有恨。你这么说，你祖父情何以堪？他给你的爱难道不算爱吗？池灵瑶情何以堪？他把你放在心上整整十年，十年呐，这么漫长的岁月，换成其他人早就移情别恋了。你祖父给你的爱明明那么温暖，却没有点亮你阴暗的内心，所以命运才会安排池灵瑶加入你的人生。可
可你却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把他推开。人生又没有地图，我怎么知道哪里该转弯，哪里该直走？我又怎么知道直走会不会变得更好，转弯会不会变得更糟？你说的对，人生没有地图，人在迷途时谁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，但还是可以试着走一回，管他直走还是转弯，走一次总是机会啊。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。要不要我再多印几本人生档案让你带去地狱看？人生际遇比你惨痛的人多的是，你真该看看他们是怎么走的。人生是在比惨的吗？当然不是，幸与不幸人各有命，所以人生比的是心态，谁能掌握好心态，谁就能走出一片天。我很遗憾你的倒数七天竟会如此惨烈，我原本以为你会去见他的。十年前不见是因为没有自信，十年后不见是有自知之明。我的双手已经沾满血腥，不想耽误了他。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，也许你听了才会知道什么叫悔恨。死亡通知这个实验计划第六个人选原本不是你，因为那个人突然提前死亡，所以才会轮到你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倒数七天是我们大老官特意给你的机会。事实证明你们大老官没有选人的眼光。不，你错了，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那天你在交叉路口停下来就是一个转机，如果那天你向左转走上佩里江大桥，你的结局就会改写了。什么意思？如果那天你去见了池灵瑶，杨警官将会循线逮到你，最后你会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但不会被判死刑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你高超的专业技术使你有机会替政府的防爆单位破解各种爆炸装置，帮助强化防爆机制，用这种方式你弥补了犯下的所有罪孽，戴罪立功。这原本是机密不可泄露的，但你在审判庭接受审判的时候完全没有悔悟之心，所以我们小老官要我把这些事告诉你，让你带着真正的悔意下地狱服刑。你们小老官还真狠。大老官恩赐，小老官赏罚分明，但愿你在地狱服刑的期间能真正忏悔。帮个忙吧。啊？池灵瑶往后的每一年，我只是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。我会帮你申请的，把她往后每一年的人生档案都影印一份，请御史转交给你。多谢了。范江一则，天堂地狱一念之间，一念之差，万劫不复。很多事下定决心之前先冷静下来，重新思考一遍，或许就会有不一样的结局。路走错了可以绕道重走，但是人生只有一回，不能重来。人生在世，帮自己留点余地，走到地狱尽头回不了头了，才是真正的边缘。死亡通知这个实验计划源自我们大老官的怜悯，主要是让即将往生的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握当下，别带着遗憾离世，同时也在观察人类在紧迫逼人的倒数七天到底会做出什么事，而这些人所做的一切究竟会让世界变得更好还是更糟。事实证明人类的心无法预测，并非每个人都会善用他的怜悯。我也曾轮回走过，灵魂曾纯白色，于今后漂流在